肖战被电影界拒之门外，先给你们论一下肖战黑粉的打脸速度。早上得罪大佬了，资源没了；晚上，肖战就是一个资源咖。黑粉的意思是在短短八小时内，肖战完成了资本积累，真的是黑粉谣言说肖战被电影界拒之门外，还未传远，肖战就作为 VIP 嘉宾惊喜亮相成龙国际动作电影节。 与成龙大哥合唱主题曲《中华力量》，他真的是用行动证明了他是个年轻有为的人。而此次肖战参加活动又没有提前官宣的原因，感觉主要是害怕大量人群聚集。小飞侠的体量有多大，大家都心知肚明，并不是因为什么黑子阻拦啥的，因为他们没那么大的脸。现在那些黑子经过开盲盒，就如同秋后的蚂蚱，蹦跶不起来了。 而且，肖战参加这个闭幕式也并不代表要和成龙大哥合作电影，也不一定不可能。但我们不要妄想干预他的事业。作为粉丝，我们都知道肖战是一个有规划、事业心很强的人。现在更明白，在肖战销声匿迹的时间里，他一定是在憋大招，然后给粉丝们一个惊喜。所以，不要去给他安排你所谓的工作，没有恶意，毫无条件的相信优秀的他就 OK。 从杭州亚运会公益圆梦大使，再到这次出席成龙国际动作电影节，并与电影界前辈成龙先生合唱歌曲，国家方面对于真正的正能量顶流明星的态度也不言而喻。肖战本人立德立心立言立行，创造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社会价值，将他获得的流量再回馈给民间，回馈给社会，将流量转化为社会的正能量，真正的发挥出一个艺人对于这个社会的正向影响力。 肖战的努力也再次告诉我们，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，埋头练本事、闷声发大招，都将是演员肖战的座右铭。肖战没有路人缘，从闭幕式来看，肖战的路人缘真的太好了。在现场活动中，工作人员们反复提醒大家要冷静，不要过于激动。尽管如此的制止，就算路人见到肖战，都能听到时不时的会冒出的激动的高声尖叫，喊他的名字。 而且不得不提的是，看到连机器人都和肖战挥手再见，还有闭幕式中一大群小朋友围着肖战要求合影，高声喊“肖战哥哥太帅了”，更有小朋友忍不住戳肖战脸。而且肖战要走了，还有小朋友拉着他的手不肯放开，有些怀疑小朋友是不是认出唐三了，要找一找他手里的蓝银草和昊天锤。 而每天在社交平台中叫嚣的那些普通人，用着一个惹人厌烦的词条攻击着一个无辜的明星，真的不理解。高兴了一晚上，醒来又看到肖战工作室的半夜福利：凌风知敬节，傅雪见真心。二零二一是他征程的起点，用实力争胜，横行全凭本事。期待这颗泱泱升起的巨星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。